恒始皮时用诸散射天子之功和九而成归诸侯和七而成归大夫和五而成归士和三而成归巨者谓之帝。公凡祭祀共设身之公使则共设圣职之公使大赦宴设共公使如数并加大丧共民公使凡师亦会同班公务。各以其物从受兵制之于田役充龙服使共增使凡王使者服用则更。善人善人长王之用公务使徒增一爵使长赵王设赞王公使之事凡乘车冲其龙符凯其公务既设则敛之无会计。靠人 PG 五十靠人长受财于直经以及其公公六物为三等五四物亦如之使八物皆三等符亦如之春献素秋献成书其等。以享功臣其事是其公母以下上其实而诸赏乃入宫于司公使及善人凡积财与其出入皆在靠人以待会而考之王者却之。荣佑荣佑长荣车之兵革使赵赞王古传王命于城中会同冲革车盟则以玉敦辟盟遂一之赞牛而逃猎。其佑其右长祭祀会同宾客前骑车王臣则持马行则陪臣凡有身事则前马。道右道右长前道车王出入则持马陪臣如骑车之一字车上欲命于从车赵王之车于王室则下前马王下则一盖。从大狱大狱长狱王禄以四级犯罚王自左狱狱下柱登受配犯罚岁屈之级祭卓仆仆左直配右祭两尺祭月乃一番。狱禄行以四下屈以采祭凡狱禄以鸾和未结。荣仆荣仆长狱荣军长王族车之正正其父犯罚如狱禄之一凡巡守及兵车之会亦如之长凡荣车之一其仆。其仆长欲金禄以兵朝敬宗欲享时皆成金禄其法一个以其等为车送逆之节。道仆道仆长欲向禄以朝夕宴出入其法一如其车长二车之政令。田仆田仆长欲田禄以田以彼长左车之政社区逆之车令或者直经及县彼秦凡田王提马而走诸侯进代扶持。御夫御夫长御二车从车使车分公马而驾至之。孝人孝人长王马之正变六马之属种马一部戎马一部骑马一部道马一部田马一部奴马一部凡班两马而养成。之乘马一师四与三胜位造造一去马三造位细细一御夫六细位舅舅一仆夫六舅成孝孝有左右奴马三良。马之数立马一与八立一师八师一去马八去马一御夫天子十有二贤马六种方国六贤马四种加四贤马二种凡马特居四之一春季马祖直居夏季仙木斑马公特秋季马设脏湖冬季马布县马蒋御夫凡大祭四朝进 PG 五十一会同毛马而班之士弼马直扑而从之凡宾客受其弼马大丧事遣车之马及葬埋之田猎则率驱逆之车凡将。是于四海山川则是皇居凡国之使者共其弼马凡军事务马而班之等御夫之路宫中之烧食。去马长赞正两马而其其饮食减其六节长驾说之班便四十之居至以听御夫。乌马乌马长养及马而成置之相依而要公马及受财于孝人马死则使其甲州之怒其不于孝人。牧师牧师长墓地皆有力尽而班之孟春坟墓中春通营长其政令凡田氏赞坟来。搜人搜人长时有二贤之政教以父马亦特教陶公居及祭马祖祭贤之先不及直居散马耳与马正孝人员选马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来六尺以上为马。与师与师长教与人养马春除入姓旧时木下雅马东县马设则冲胜直慈强则减和。与人
与人长养马除牧之事以义与师凡宾客丧祭牵马而入城亲马亦如之。执方士，执方士长天下之徒，以长天下之力遍其邦国，都以四夷八蛮七里九合五戎六敌之人民与其才，用九湖六处之数要州之其利害，乃遍九州之国，使同惯例东南曰扬州，其山镇曰会稽，其泽叟曰巨曲，其川三江，其境五湖，其利今西逐见其名二南五与其处以鸟兽，其谷以道镇南曰荆州，其山镇曰衡山，其泽叟曰云蒙，其川江汉，其竟引战其力单以止得其名一男二女，其处以鸟兽，其谷以到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其泽叟曰莆田，其川迎其进波扎其力零七思喜，其名二男三女，其处以六扰，其谷以五种镇东曰青州，其山镇曰宜山，其泽叟曰望珠，其川怀寺，其境一树，其力仆于其名二男二女，其处以鸡狗，其谷一道麦河东曰兖州，其山镇曰岱山，其泽叟曰大野，其川河几，其境如为，其力仆于其名二男三女，其处一六扰，其谷一四种镇西曰雍州，其山镇曰岳山，其泽叟曰咸浦，其川精锐，其境未落，其力玉石，其名三男二女，其处以牛马，其谷以蜀冀东北曰幽州，其山镇曰一无驴，其泽叟曰西仰，其川河几，其境滋石，其力于岩，其名一男三女，其处以四扰，其谷以三种河内曰冀州，其 PG 五十二山镇曰霍山，其泽叟曰阳于其川张，其境焚怒，其力松波，其名五男三女，其处以牛羊，其谷以蜀冀镇北曰并州，其山镇曰衡山，其泽叟曰昭于其川湖池偶以其境来意，其力不薄，其名二男三女，其处以五扰，其谷以五种乃遍九富之邦国，方千里曰王姬，其外邦五百里曰侯服，右其外邦五百里曰殿服，右其外邦五百里曰南服，右其外邦五百里曰采服，右其外邦五百里曰魏服，右其外邦五百里曰蛮服，右其外邦五百里曰夷服，右其外邦五百里曰镇服，右其外邦五百里曰藩服，凡邦国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则四公，方四百里则六侯，方三百里则七伯，方二百里则二十五子，方百里则百男，以周之天下，凡邦国小大相为王，设其牧，治其职，各以其所能治其共，各以其所有，王将巡守则戒于四方，约各修平，乃守考，乃执事，无敢不敬戒。国有大行，及王之所行，先道率其属而巡戒，令王因国亦如之。土方士，土方士长土归之法，以至日景以